因为我跑那么远。我带他下行路里，你去星河找个地方安顿一下，就在之前遇到那个郎中的地方有一个客栈，你在那儿等我。快去啊，再迟人就跑没影了，我会来的。走到最后面一还在一跑就完了。红战，小心啊！我的宝挡着这是吗？对，过那个坟，新的飞叶，刺激而快。舍不得你。这词儿有毒，以后对呀、啊，没有他们追是不知道要补什么。哎，我也，我哎，会带到。这句话我从你那边往那边跑去了。魏无羡对你的担心，可以。往那边跑。就你已经走了，你知道吧？魏无羡是想的。蓝战，小心点。演的太过了吧，需要吗？我不会这样演的呀，会演给你，我给你研究。蓝湛，小心点啊！你不会，蓝湛。对呀，心灵啊。小心点。啊！来那个是吧？吹个风。谁扶的？我肯定有。蓝湛，小心点。慢点，兄弟拿过来快点。这样 OK 啊？不 OK。站着。玻璃剧本上这样写的，担心。时间出来了。来这儿，23处，前面那边。你这个小心点，你看看老鱼这个，老鱼来一个，来啥不来了？就刚刚那个。非常的非常的色情。能站，能站，小心点。你来一个，如果你是魏无羡，你这句要怎么演？是，如果你要演一个人，现在不演。一定出来吧，翻过来的。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理由？魏无羡怎么了？这个太难了，我驾驭不了。蓝文天出来，蓝文天出来。这魏无羡太难了，只有战哥能驾驭，我驾驭不了。这段就代表我的实力，这是很难，我吃饭了。好，兄弟们见。好，再来一波，好了，再来一波，太难了，演不了。不要哭笑。好啊，对吧？哎，我眼睛又开始跳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从里面稍微接点点吧，是一点点出吗？是他先出。对。咦，我先出。啊，好出吗？走过去。快快一步。你不让我出，你又摆太大了。不大，你要让我跟精灵先出。先出我好好出，好惨。让我出画一幅好一幅画。啊，真的？那你的扮演太大了。画一好嘞，那你出来之后肯定要帮忙扶一下我。好，对吧？好，前面接一个，你先出。要是这么出的，你就上去搀着他，扎着他，扎着他吧，扎着。哎，上次拍出来是我先，对，但是这口的这么窄，头被直接改的话就不让那样下去。对对对，没啥，出来吧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小马，他这个不好背他出来，稍微摇一下吧。啊，那个烟枪在往外，这一位好了，你在外面了。对对对对，好，那你跟我一样的。带着他们在这儿准备了，今天在那个台上里站在那里面，一来这样子。但是蓝湛先出来是吧？出来站在这边，扶着，给他当个。扶不好扶出来。不，蓝湛先出来，他再出来还是他先出来，蓝湛出来。蓝湛先出来，蓝湛出来站在那边，背身一点是吧？对。他再出来，感觉其实他靠听力的反应回头的，然后还有前后位的移动。那我们试一下，试一下吧，我们试一下啊。对对对，好，站在一起，好啊，站在这上去吧，站在这上吧。好，你好，这一个上去，天亮没上？哇，好热呀！好，你背着他的剑，我来，再见。OK， 好，老师啊，一步就行，两步就行啊。你这边扶一下，哎，你能出吗？可以，那都试一下。啊，这里可以了，这里。脚刀放进去。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这边呢？我有这么贱。行吧，你是清醒的吗？我不是清醒，我是晕的。这玩意儿是你晕的不？他是要你夸出来的不？啊，不行的不？站在不松手就行了。站在不松手就行了。
但是不要送走。我在这边拍一个，你怎么让他嘛？啥子？飞准。马哥，啊，我在这边拍了一串。那这样子吧，我们先要那淮山，你们这边稍微接一下拱上，砰，就回头了。啊，对，它接一个上面这个小平台，感觉好像出来的感觉。还是保这一片啊。先有那个，你们这边一上来直接回头，然后你们走。姓林的，姓李军的。老母鸡先走，你站在他往右边走吧。我们站的是这样去。不要放这个，你们啊。嗯，不要不要不要我。